附上个 Google 的地址，那大家就方便寻找这几个点。因为这几个点它不是观光地点，但是它却是在本地人蛮会去野味啊、看看风景的地方。OK， 那我们就等待时间哦。要离开了，可是我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，因为现在是正晚上哎，这个海天桥的灯光才开始开启，然后我现在再稍微补拍一下现在海天桥的这个画面。然而哦，它这条桥还有一个很棒的地方，就是你可以爬上去，好，带大家去看一看。上面约会啊，其实真的很有 feel 的。OK， 真的很美哦。好啊，我就补拍这个最美丽的画面，那我们就往下走了哦。